接受本地区举办的各种活动。南园市对外国人劳动者及结婚移民者的父母实施健康综合检查。居住在南园市的外国人劳动者和结婚移民者的父母，谁都可以接受检查。地点是南园医疗中心。更详细的内容可通过南园市厅或南园市健康家庭。 多文化家庭资源中心咨询，期限到今年12月。泉州历史博物馆召集参加暑假博物馆学校博物馆实践探险队的小学生，从7月30日至31日，为期2天举办的此次活动。 悼念任何小学生都可以参加。报名时间为7月22日至25日。抚安军多文化家庭资源中心实施暑假前父母教育。暑假前父母教育是为了让迎接暑假的子女在假期度过 健康和有意义的暑假，给父母传授必要的信息和养育态度等内容的一个活动。教育日期是7月27日，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26日。达努里家庭资源窗口为了改善对多文化的看法。 达努里公开征集意见，如果在达努里网站上留下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对多文化家庭的偏见及势力，我们会从中选择15名，并提供奖品，希望各位观众积极参与。